佳琪近日在社群透露，二女儿已经国中毕业了。她发文写道：“恭喜我们家二宝贝国中毕业了，谢谢校长盛情邀约，也谢谢师长对孩子的照顾。”她还表示，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，临时被 Q 上台，让她觉得好害羞啊。她也很感谢同学们的热情合唱，直呼当天感到很开心，也祝福毕业同学们未来勇敢去闯，活出自己最喜欢的样子。她同时晒出和老公及女儿的合照，只见吴东燕身穿白色上衣和蓝色西装，搭配浅蓝色牛仔裤；白佳琪身穿一套白色洋装，全身散发满满仙气。她的女儿站在两人中间，身高已经快要和白佳琪一样高了。三人拍照时一起比出爱心手势，画面非常温馨欢乐，散发满满的幸福感啊。Bye.